花莲好山好水，还有令人怀念的好味道。来一趟花莲，当然要带一些伴手礼与朋友们分享旅行中的喜悦。在琳琅满目的名产中，最能代表花莲的就是菩提饼铺的花莲馅饼咯。有着30多年历史的菩提饼铺，是糕饼达人刘师傅深耕花莲的结晶。民国66年，刘师傅来到花莲创业，从开着面包车到小规模的面包店，秉持着对烘焙的热爱与回馈乡里的理念，以专业的技术结合花莲在地食材，创意研发出深具花莲代表性的馅饼菩提酥、红玉火龙饼以及漂流木饼，为传统名产注入不一样的新生命。多年以来，我们菩提饼铺非常用心地研发在地的好滋味，尤其是像花莲馅饼、红玉火龙饼还有漂流木饼，只有在菩提饼铺才能品尝到的特色产品。欢迎所有来到花莲的好朋友一定要到菩提饼铺来品尝看看哦。店里的超人气名产就是花莲馅饼菩提酥，打破一般传统糕饼的概念，使用菩提子叶作为馅料，中间包入麻薯，外酥内 Q， 入口即化，创新的口感还获得国际世贸食品展的金牌奖肯定。这样的好滋味只有在菩提饼铺才品尝得到哦。而店里的另一项超人气产品就是漂流木饼，酥脆的口感还带有香甜味，共有蒜味、原味、咖啡以及黑胡椒等多种口味可以选择。除了馅饼与漂流木饼之外，红玉火龙饼使用整颗的火龙果去皮，把最原始的风味锁在饼里，也是只有在菩提饼铺才能品尝到的好滋味。还有那布满馅料的三都核桃派，浓郁的核桃香也深受许多游客的喜爱。菩提饼铺的每一样商品里都能感受到店家的用心与巧思呢。最有创意的名产，最独特的在地风味，无论是送礼还是自用都是很棒的选择。花莲情，菩提心，菩提饼铺诚心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品尝用心制作的好滋味。